是翔哥的视角。起跑，起，翔哥起跑慢了一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的大家一直过啊！前面好像发生碰撞，这画面有点雾，看不清楚。出去了，出赛道了，两台赛道。翔哥被隔壁的车子吓到，自己打转，又被撞击。抱歉了，我打滑了。从第四起跑，直接入到第六。不过还好有那个二次撞击让翔哥没有完全的滑出去，要是是真的话那个车大概就被撞烂了吧，侧面直接撞上去，重大事故，可能比赛都要暂停了。这边是在翔哥后面我的视角，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翔哥慢了一下，我也跟着慢。从我的视角的话，完全看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滑出去了，翔哥被吓到抖了一下，开始打滑。我负责看旁边，完全没有闪。要是我有专注在赛道上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开到比较外面一点，躲掉翔哥。这里是第一名起跑的尼莫视角。起跑也没有跑起得非常好，撞击，所以是尼莫跟陈炯炯吗？这撞出赛道的两人，我刚刚这样看起来感觉应该是尼莫去吃到险了，因为红标已经出现了，还开从外侧直接进来。我们等等看看有没有比较后面一点的角度。我来到小鹿的视角，他在第九名起跑，虽然有点远，不过因为四分六的我和翔哥都慢了一点，所以应该有机会看得到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很清楚了。尼莫从外侧进来的时候碰到那陈炯炯，那时候两车已经是并行状态。后面起跑一下子窜升到第四名的小鹿，啊，这边放了一下油门，跟歪歪的距离马上就拉开了。前面三台还跟着真紧啊。吃到一点点土，速度慢下来了，有机会。小鹿超车成功，接下来那段长直线能不能守得住，就看这边了。冲出去啊！小鹿又收了一下油。这样情况应该不太妙，速度差还蛮多的，应该撑不到弯了。不过说不定抢内线还有机会，好吧，没机会。明星要回到原本的状况，接着来到第二圈中间吧。就是刚开始就出事的尼莫，追上也是刚开始出事的我。哦，我没有关门，
关尼莫也没有钻过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尼莫是很凶的。感谢船稍微温和了点。内线吗？没成功。内线。哦，你就被挡住了。我发现我进来的时机都还蛮惊险的，再差一点点就要中杠。吃到一点草，还是挡住了。从外侧，从外侧。没办法，好吧，稍微有一点点失误，距离再次被拉近。咬住。机会在这一段超过吗？红内线失败，被挡住。直线拼命看呢、哦。冲啊，速度是我比较快，拉开了。哇，因为太慢刹车。打滑了，旋转了，好可惜，追上来又再次失误，落到最后一名。接着回到第三圈稍早的时候，我们第四名的小鹿被后方的圣修跟上，小鹿遇到路岩，整台车飞了起来，这样是不是就给了对手更多的机会呢？这边有点可惜，稍微放了一下油门，直线速度可能会输。红内线，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吗？超过了，不过下一个弯是反过来。再次回到原本的名次。哇，这个弯小路失误，那一个小失误，分钟就过去了。紧接后面还有一台，后面的是翔哥，翔哥几乎快要追上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咬住。哎，这个弯小路又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转好，这样距离应该会被拉近了。我们来跳到后面翔哥的视角来看看。
为刚刚踩到失误，小哥已经完全停好了小路。内线成功了，站住了内线，完全超越。下个弯，翔哥守住内线，这样超车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吧？我们再回到小鹿的视角看看，小鹿再次看着其他车远去，这样连续被超，感觉信心还蛮受打击的。而且后面又来了一台。我们再骑到后面去看看，这时候最上强的是我，第七名。我好不容易才从悲惨的失误中追上了前面缠斗的翔哥跟小鹿。这段直线出弯并没有办法取得优势，前面车子比起来似乎还慢了一点，接下来就看这个弯，很早就开油，在外偏了一点，压到绿色比较滑的部分，打滑了，打滑了，冲出赛道了，丧失了与他们争夺位置的机会，而且还掉到了最后一名。镜头再次回到小鹿的车上，后面紧跟着而来的是陈炯炯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可以追上。而且翔哥也还没有完全的摆脱小鹿，他们感觉速度是差不多的。到了减速区段，大家都聚在一起了，瞬间感受到温暖。不然自从一个小时跑到后来，好长一段时间都一个人跑，孤单寂寞觉得冷。那比起我们刚开始在跑的时候，现在其实持续看得到其他车的时间有越来越长的感觉。哦，陈忠忠跟上来了，还不行。这个还有一点距离，想要现在超车还无法。小鹿守好啊，不然就要被连三超了。这边出弯稍微加速慢了点，不过陈炯炯有冲出赛道，算是安全的躲过一次。糟糕，线没有跑好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刚好回来的时候有挡到陈炯炯。那直线应该还不至于被超过，陈炯炯瞄准内线，进了，碰撞没有出弯，把小鹿挤出赛道，借此获得了第六名。小鹿再次攻击，啊，这个刹车没刹住。直接冲出去了，好可惜，终究还是被连续超了三次，而且后面如
另外一台。后面以非常快的速度接近呢。一下子就咬住了，这后面是刚开始就撞车的尼莫，尼莫打滑，他又自己滑出去了，这一场尼莫似乎表现的并不是非常稳定。来到第十圈，尼莫的视角才刚刚说完，他已经在完全没有看到其他车的情况下，从第八名一路爬到第六名，现在瞄准了胜修，争夺第五名。好，胜修稍微线偏掉，压到草，就这样，第三就过去了。尼莫爬升到第五名，离回到前面越来越近了。下一圈我的视角，我追上刚刚被尼莫超过的圣修，跟他争夺第六名，企图攻内线，不过我觉得距离太远放弃。圣修守住了内线，我从外侧进攻，没有办法达到并行。稍微有滑了一下，距离又被拉开，我也开出赛道，有机会哦，从内线进攻，没进攻成功。虽然师兄没有关门，但我自己速度也不够。吃了一点草，速度慢了一点，这弯内线被堵住了，我从外侧，没有办法，换圣修吃草，还是没有过，外侧过不去，拼这边的出弯。过了，过了第六名，速度还蛮快，拉开了，有点意外。这一圈我就要进 pit 了，这个超车感觉有点白费。进 pit， 哎，圣修也跟着进来。就还撞到墙壁，这是比手速的时候了，看谁手速比较快。啊，按住按住，
谁能够先出战，谁就能取得前面的位置。哇，圣修已经出战，圣修已经出战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没有办法挡下他。刚刚的超车真的白费了，要重新超一次了。时间差还蛮多的，刚刚我在他前面差不多这么远的距离，现在他在我前面差不多这么远的距离。pit 的时间真的很关键。说到 pit 啊，这次 GTS 的 beta 出来的时候，我有去玩他的 pit， 我就很喜欢。他进场的时候，在跑那个 pit 区的时间，就是先给你选换什么轮胎，然后换完轮胎，它就会自动开始加油，加到你满意再按确定，冲出去这样，这样就不用调整说我要按什么东西，要加多少油啊，换什么轮胎啊。我不知道如果撞坏车子的话，修理这部分会怎么样，就是说不定也是自动修吧。强制修，不知道啊。好，我又再一次的接近。就每一次都会开到外面去吗？看他又开到外面去。啊，压到路岩石。时间一直都没有明显的贴近，刚刚一下追上，现在又没了，有机会。直线超车，只要这边连续弯道稳住，圣修好像冲出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这一口气拉开蛮大的距离，应该可以算是超车确定了。来到谢老板的视角，谢老板进了 pit， 在第15圈的时候。出站的时候，刚好贴在 YY 的后面。这距离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大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追上。其实这一关，我在这场比赛之前就
前我跑过好几次了，是在 GT 六跑的，然后再过一关，用 R 三五跑这个，一直过不去，我就一直重跑，但我不知道它是萤石。然后这次比赛的时候才发现，哎，原来这一关哦，我没有因此跑得比较好，在 GT 六里面跑的感觉跟在 AC 跑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要可以开的比较暴力一点，因为好像是车子不一样啊。哦，追上了，追上了！啊，可惜，再慢了一下。咬住了，冲一下吗？没有，这个弯没有攻击。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YY 突然往右边去？谢老板冲出赛道，吃草了，吃草了，吃草了。是，现在第一名又被 YY 夺回了，感觉好像回到上一圈的距离。消失了，该不会是断线吧？哦，车手表示他是忘记按进 pit 了，开到没油，所以就跑走了。这次所有的精彩画面就到16圈为止，后面大家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各跑各的感觉。那我们这次精彩的步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。分享出去，订阅这条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